转。我那个油都滴出来了。那个油哈，我们一开始要一定要留住它，要不然它的肉会很干，很才不好吃。那现在已经利用完了，我们就要把它拿掉了。小妹，你录影吗？他们两点多三点就来了，啊！主要是要把它弄到好吃，我们的辛苦都有代价。他参加过美食展哦，台湾就唯一哦，火焰烤全猪、全羊。